青青，又来找南州啊？嗯，南州他现在正在开会，也不知道几点可以结束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没事儿，我就在这儿等他。 青青，你要学会体谅他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你不要打扰他，影响他的工作。我只是来看看他，又没有打扰他的工作。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南州啊，他喜欢把情绪都藏在心里，现在这么忙，又要照顾你的情绪，他压力真的非常大。我是他女朋友，我自有分寸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谈恋爱的事情。 可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的。我们的关系不会随便因为外人的几句话就改变的。感情的事情，谁都没办法太自信。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回来啊！你要陪我过节。顾总，你要走吗？ 人呢？再不回来，我一个人把东西都吃完了。这么多菜，我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啊？喂，青青，怎么了？顾南舟呢？ 南州啊，南州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你们在哪儿啊？我们在聊项目呢。南州说了，他今天晚上要回来吃饭的。哦，南州他没跟我提起过呀。青青啊，南州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要不你晚点打过来。 你们今晚是不是要开会啊？嗯，是啊，青青，今天晚上全公司的人都要开会呢，加班赶项目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挂了。 肯定是听错了，办公室怎么会有水声啊？
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这可不好说，今天可是情人节啊，他怎么能不陪女朋友，还和那什么江敬玄在一起呢？他说了，只是工作，他们在开会。你听过谁家开会还能听到洗澡的声音呢？还说什么全公司都在开会，明明都在过节啊。只是江敬玄说错了，你没听到他喊他南州呢吗？谁家同事叫得这么亲密呀？可他说了，他喜欢的是我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谁信谁是傻子。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和江敬玄两个人卿卿我我，做着大人才做的事。